哎，美女啊，哎，你好，喝不喝？渴了，弄瓶水喝，行不行？水啊，啊，这个吧，行，来。好了，谢谢。哎，这水不是免费的啊？你干嘛呀？就一瓶水。一瓶水不是钱吗？反正他这套的啊。套了啊？对。那你给我输20块钱吧。来哥，甭理他，他这人铁公鸡，你就随便套着玩吧。你要套不中，到时候我送你几瓶都行。谢谢妹妹啊。你这也太厉害了，属下有点欺负大人。行，知道了，等会儿啊。让来喝瓶水来，不喝，没看完了。走，大兵，哥都在这儿了。拿一瓶水就可以了，剩下的不要了。都不要了？对，那这么着，哥，我把钱退给你们。不用了，这对象脾气挺大的。对象明天就不去。小票怎么做了？小票20块钱50个，30块钱100个。20块钱。你这妈小。哎！我干嘛来了？哈哈哈哈哈！老太太这回又赔一脸，赔了。啊，挂尾巴不给，挂头给是吗？好嘞，那我就挂头。你哎，中了。没有，吓得我这心里老抖了。我这心里可不跳，是吧？下班了，下班了，好，三家了啊，三家了，你俩怎么着？你把这家都烫没了，都烫光了，我也给你，是吧？我既买给你了嘛，对吧？我不能全给你，给我一个瓶了啊，想不想让我套中？我不想让你套中。那就够呛套中了，那就。来来来吧，给我一瓶了啊。那说没准儿。没节点，你看。啊，我再买点去，还卖吗？卖，那这套的还不都卖？我不带含糊的。这么厉害，这么讲究？对，又这么牛。小孩怎么了？就这么牛。来，照我这么说，来，好好来捧捧场。那行，来捧捧场。再来看。好嘞，哎呀，美女，这失败了，你这个。嗯。你说我再来一局啊，给你便宜点。上好玩吗？难死了，一个球都过不去。他玩这么玩了？这个叫过铁环，从这头走到这头20元一次，只要不碰到上面的铁环就没事，是吧？啊，再来一局。你成功之后，100块钱给你啊。来一局试试，来。先等会儿。先等会儿。哎，先等会儿啊。欢迎进入游戏。停电呀！你别说话了。
哎呀，我没碰到，不可能，都已经报警了，挑战失败，真没碰到。我看也没看到啊，你这机器是不是有问题？这个你别瞎说，我都在这干了十几年了都。那完，那行，我再玩一局来，我看。不行，每人每天只限一次。亏，不可能亏的。来，兄弟们，来，我让你们看亏不亏啊？来，美女。就大半场啊，多少场啊？10来块，亏吗？10来块钱的他啊，那这个，这这都10来块钱是吧？哎呀，你看看，给你买了这滑板，这是不是个位数？我记得是吧？对，个位数，个位数，个位数啊！这亏吗？这不可能亏的，那亏不了又是不是？要想赚，往这看，来，灯光音乐的，对，滑板车，啊、这多少？10几米。能亏吗？随便套啊，随便摆，随便闹，这么大的如大战僵尸，这个来，这都是几米？几米？对，能亏吗？亏不了吧，兄弟们，你包括这个小孩过家家的，是不是？小汽车啊，对，像这样的加特林，包括这个感应飞机，感应飞机电的啊，你说这多少钱？这个不得三什么三什么三十来块钱，这就是多少钱呢？十几十二这能亏啊？这真的假的呀？真的假的？拆装工程车几米？几米？对，小孩玩的架子鼓啊，这都是十来块钱吧？啊，不是这真的假的呀？这个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兄弟们，他这是3500的套餐，一共呢是48个款，每个款。都是5个啊，就这么大一片啊，均14点。老板，老板，圈怎么办？知道吗？100，100，嗯，这么多，这么多，你转圆圈吗？不是，来单圈，单圈，来，单圈算就算呗，算是吧，来。哎，中了吧？拿过来吧，先。老板，你不要笑，你一笑全掉了，又掉了。啊？你真笑了呗？哎，这就笑不出来了吧？你别笑，你笑我害怕了。还能笑出来啊，老板？老板，你还能笑出来啊？拿过来，不笑了吧？哎，拿过来吧。搞什么，哥哥？搞什么？不笑了吧？还笑不出来了哈？笑不出来了，笑不出来了。来，老板你就笑，我今天为套光，我跟你说。哎 ，Victory， 中了吧？你别笑了，哥哥，你别笑了，你一笑啊都怕，害怕，怕哥，哎。你看，不能来喝酒啊！喝酒，走一个，喝，整一个，整上了啊！